这个就是他们凯博园区的一部分，这栋大楼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我不能拍太久，没有人呢。可以借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人吗？那有带枪啊！这个就是他们凯博园区的一部分，这栋大楼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我不能拍太久，没有人呢。可以借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人吗？那有带枪啊？看他有带枪哎，小姐姐，我没有拿稳定器，所以手有点晃，因为我拿稳定器太像拍摄了。我要进这栋大楼，这里就是。凯博园区，因为凯博园区很大，它分好几个园区。我进去，我进去。但是我这真的很想把 KK 园区里面的现况拍给你们知道啊！我希望我的粉丝不要被骗来柬埔寨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你们不要被骗来柬埔寨而已。我想让你们了解这里到底有多恐怖。我的初心只是这样子而已。Oh, oh, oh.